歌手黄奕、创会会长汉阳连同谭家泉、蒋佳莹、罗启聪和唐浩佳日前出席第八届众乐乐 Jam Sound 慈善音乐会，为乐儿计划成长基金筹款，目的为了资助和培训基层的学生学习音乐。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招待现场观众，但一众歌手也跟着现场乐队通力合作，表现卖力。黄奕表示自己并非幸福一族，小时候不是有很多资源学习音乐，但儿子对音乐原来也有兴趣。据说有次儿子看到萨克斯表演，回家数天后跟黄奕表示想学习。另外，日前黄奕无故卷入康子妮跟林晓峰的离婚风波，不知道事件对他的影响大吗？其实咁样嘅，基本上咧呢啲报道咧，之前我已经咧都已经要答嘅咧，我都系答过晒噶啦，所以咧就答埋你呢一条啦。咁你话有冇影响我生活？咁其实我觉得真系冇，因为实在都冇人信嘅，咁样就冇咯。另外，原定去年十一月举行首次个人演唱会的谭家泉，因为各种原因的关系，演唱会已经经历了三次延期。虽然最新版本是挪到十月举行，但老搭档兼老板汉阳并不看好，导致谭家泉的信心也非常动摇。其实呢，我呢段时间都呢团火都真系熄咗一啲嘅，因为我知道唔应该咁样，绝对唔应该系咁样嘅。不过因为一路每一次都系冲刺，又要收翻，冲刺收翻咁，所以系个心情其实有少少攰。即系呢段时间我都其实都同好多人讲过，我谂我呢，尤其是呢两个月就快到10月27号，我系甩头发甩得好劲啊，跟住又即系你唔知食嘢定唔食嘢好啊，我使唔使 keep 翻咧？咁即系嗰个感觉系好自在，所以但我都明白，即要提翻你嘅心情咧，要去如果真系要做嘅一定要做到最好俾大家，所以都唉好挣扎。国方传媒综合报道。